总是静静的在电影院看电影，似乎已经满足不了时下年轻人寻求新鲜感的心情了。这不，为了让大家在看电影的时候随时抒发感受，神探夏洛克近日举办了一场弹幕版观影活动，前来看电影的影迷们可以像在网上看剧一样随时发表感言。我当时看的时候有个感觉，就是大概要准备三个脑子。开始的时候没做好工作准备工作，就是没加入到那个弹幕，感觉就一路上心里就特别着急，我